you gotta say. Do what you gotta do. I just wanna get it over with. I just wanna get over you. 我叫郑双江，他们都叫我郑脚。然后我是从2年前开始接触滑板的。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，看到一群玩滑板的板仔吧，在玩滑板，觉得很酷，然后就开始滑板，然后就越来越爱上这个运动。在我玩滑板这2年里，大概玩坏了有12块到15块滑板经历。我平时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嘛，然后滑板是我做过最叛逆的一件事情了。我每天6点钟下班，然后一直玩到大概12点左右。家人对我滑板的态度一开始是不支持的，也是我比较犟吧，可能就因为我不怎么从小都不听他们话，然后我就坚持要玩，然后他们也是慢慢的就开始理解我，然后我也会比赛啊什么的，我也会拿我的视频给他们看，然后这样他们才慢慢接受。他们会说好危险，为什么要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来，然后我说摔多了就好了。我本来性格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，然后就因为滑板让我变得开始慢慢的有点外向，就我会开始和人去打交道，和不认识的板仔或者板友去打交道，因为我很享受，我很喜欢就是滑板在做动作的时候这个快要摔倒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就会更想去尝试。我觉得玩滑板的话，我可能会一直玩下去，一直玩到玩不动为止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滑板这个运动。滑板对于我来说意味着生活吧，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几乎没